学的数据，满分是一个机遇，就连科学家都要惊叹其妙。用脑筋去运算，不管他有多厉害，可以不也不会准确到百分之一百。就在那天突然间明白，我凭空前进，巨大无比，就像游戏中我打了神奇神奇的魔力，就奇迹的你。感觉到闪烁之后消失殆尽，到位置热了心，这火焰燃烧不尽，叫我人间要传递两岸其中的真谛，可以是一轮书籍慢慢的寻觅，直到如今好像终于发现这份神奇心动的魔力，我心中的你怎么会这样啊，怎么会这样，不知不觉就埋怨自己，经过多少一年才发生的奇迹，这一次抓住了时机，想念你在这里，想念你在这里，你放在心底这份心意慢慢出现奇迹。